党里面就反黑，逢黑必反。我走，我走。富有历史性的一个警匪故事，被呢个剧本深深咁吸引住，系想追落嚟睇。每个角色、每个人物都系冇出错，唔系百分之百，系百分之二百去做每一个角色。除了可能是我哋差馆啲 team 人之外，其实穿插了很多不同条线嘅。近期香港少有的咁大嘅制作，咁大卡士，从来冇见过咁大阵容的一个反黑。系讲紧有四五十个，基本上你哋一见到个样子都知系边个。我觉得个剧本系相当好，香港。味道濃厚的戲，咁啊，希望咧就係俾翻啲觀眾回憶下我哋九十年代嘅。上上下下的所有嘅演員咧，我哋放嘅心思都好，都係為咗觀眾朋友們咧，係會開心睇我哋嘅劇集嘅。部戲其實唔係一般大家所睇嘅一啲警匪片咁簡單。我話曬事，點咩？反黑、救真、好恐怖。好團結的演員，大家一起去怎樣演好一個九十年代的香港。那個年代究竟是黑是白，還是中間的灰色地帶？